我们180问号，白痴，你有没有在看我台？负荷经济学，雷兹吃一支冰等于吃两支冰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吃96支，其实际上是192，有没有？我来看他妈的！结果你在当小丑狗干。谢谢 VAX 1992331000块，看大哥不用给我这么多钱，你不要以为你抖1000块，你在我眼中就会变得比较厉害，不可能。你不要以为那个1000块，我就会蹲下来帮你数什么东西的，什么干干，不可能啊，白痴。那如果你想，对不对？认识我一下，想跟我吃个饭，那我觉得没问题啊。我是对我的观众好，我对观众很好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都随机找观众吃饭的，随机认识观众的。啊，今天刚好抽到你啊 ，VAX 啊，如果你想要找我，没问题啊，你私讯我你的联络方式，看，我不是在卖啊，我只是随机抽的啊，就跟那个D卡那个抽卡一样，我都是随机抽的，只是今天刚好抽到你，有没有啊？如果你有需求呢，可以来找我，好不好？